头都卷的，半都卷的，都卷的包，没完没了。老李，把这钱再压上下去。不想办法，再不行。别跑！为什么哥哥？你不也是个杜鹃的啦？大娘，你找没找杜鹃？我给你来烧点。看长点的门，好，那我看看了，你找没找？给他烧点去。看着嘛，爷，自己不让邻居挣的更多。哎，对了，咱屋冲了风，冲了没中？哎，你到了？怎么这么凉快？什么空调这么给力啊！俺家是这样，这双空调去看看，北京是76地方的大风量，十度秒风中，但是俺家屋框上线装后温度降下来了，上面还有空调扇风，边风边空调扇，俺家先放的装入住多平方，还有10年自主电风扇，这风扇都干净。幸好俺家刚装修，我也没黑着解放空调去看吧。来，进来风量，我老家一车都见了。离家走家不用不好意思，俺家有啊，俺有几年年了，俺有俩，俺有俺都受不了你装空调，走，有房间吹空调吧。睡没有我命了。